各位好，咱今仔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咱个继续讲落去，这个法家哦，就是打破传统，哦，迄个贵族的迄个权力。啊！你爱有才干，有功劳，才好你官职。好、哦，爱维护贵族特权的理智是落后的、不公平的。哦，所以咱今嘛在讲，咱台湾的社会，有下面在维护过去的。一个物件，贵维护过去的你贵族的特权，即款台湾嘛是要顾贵族，好、哦，啊要安怎个铲除，哦，所以相当困难，啊、哦，但是无做不衰。啊，法律有什么作用？一切就定分指征。伊讲哦，有一只兔啊。啊！他们落地走，嚯、哦！啊，几啊百人都去，去入去吃土啊！啊，入入到咧，伊就变利的。但是伫菜市啊内底伫卖土啊，无人去甲抢啊。为什么？伊迄个有主管，有人拥有。啊，他们落地走，而且无人拥有都该入。好、哦，这都是社会。第二个作用，法律的作用，新功具报。高丽人立战功，哦，好了，一挂不法之徒感觉恐惧。新功的最后目的地，都是为了富国强兵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。法家认为。人啊，拢有好利恶害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避就利避害，哪有利都挖去，啊哪有害都造。管子哦，不公个人，乡邻为着日夜兼程，挂千里路也无隔个远，因为利益都在伊个头前在吸引伊，掠鱼个人也唔惊危险。霸利之恨啊，不在意，是追求打鱼的利益。有这款思想，所以商鞅得出来的结论都、就是：人生有好恶，故民可治也。人那有法度该低，都是因为伊有惊、有爱，啊，个有惧怕的，啊，安尼利用这个来治理人。不法古不循今，好，伊讲你袂使以前做的制度，你都讲真好，好又好扣，会使扣起来，但是过时你都不法古，国再无啊不循今，伊甲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人，愚蠢之人。下面叫守株待兔，他认为儒家就是吼，讲有一个坐禅人在坐禅，啊，看一只兔啊，就是撞过来，啊，撞到啊撞真紧，啊，弄个树啊，啊，才昏倒。啊，这个人，这个坐禅人都去把这只兔抓去，
嘿，伊讲真好赚嘞，安尼一下都赚着一只拖啊。第二天哦，就不爱做事了，专门在树啊边啊在等，搁等第二只来弄。无啊，绝对无嘛，啊！而且就讲儒家孔孟学说，就是守株待兔的人。咱哦，咱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教育体制下，咱嘛是在做一挂真唔对的代志。我讲一个所在，咱有一路。联合招生，还有标准教科书，这个过去的四书五经有什么不同？大家思想拢同一个思想，安尼敢对？绝对唔对。人爱有活泼的思想，你有你的思想，我有我的讲法，好、哦，安尼这社会在进步。啊！那固定底下，地球是圆啊、扁的，都唔知啊。咱台湾的名过去，好多三十个名、四十个名，但是澳洲人1517年经过台湾海峡，葡萄牙人讲啊，这个岛叫做 Formosa。到我今日嘛叫福尔摩沙，干那一个名来尔。啊，汉人呢？你去一个所在，这所在叫做德产，哦，即嘛叫做新德个吼，啊，都德产。啊，一个叫龟人，啊，都基隆啦吼，啊，好三四十个名。啊，你去德产，我去龟人，唔知拢得讲一个多，哦，这对是，这个无进步。哦，思想哦，唔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哦，这个商鞅哦提出时移而志不移则乱，时间经过，你地理的方法哦无该变化，哦，这社会一定会起乱。这个商鞅圣道生不害，三个人哦，提出来重视重数哦，各有特点哦。到个韩非子的时候呢，把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，这就是法术士哦，生不害。公元前385年，李兰基尊，2400年，2700年前的人，好、哦，这是一个思想家。咱们韩国为相19年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是韩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代表性的人物。啊，韩非子。咱有47条以下的物件，咱来了稍微了解伊。哦，伊是战国时期末期哦，诶贵族，但是听讲伊有口吃，就是大鸡啦，哦。伊该李斯，李斯是虾米人？李斯就是秦始皇的宰相，哦。啊，该荀子都是荀子的弟子。啊，这个以他们韩国当时韩国很弱，一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，但是韩王不采纳，所以下几分只叫做孤愤、五谷等一系列文章，哦，但这个文章哦，秦始皇看到很欣赏，啊，专派兵。来拍韩国，韩国讲咱都无事无备，你来派兵来。伊讲我要敌韩非子，伊讲我讲嘿，唔较简单，就把韩非子送去秦国，哦、
但是去到秦国，都对连环这代志，这也同学李斯哦，真嫉妒。李斯是韩国就秦国的丞相，哦，啊进谗言，韩非子被就被迫服毒自杀，哦，这韩非子无做着真大的代志，但是有真大的影响。伊主张不其修古，不法常可。肆意者肆意，肆意者被贬。好，即即马看下，刚才有小发亲哦，但是你安尼加读几遍啦吼，你就知伊的意思。韩非子继承了，佮总结战国时代法家的思想，啊，提出了君王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。一切理论很重要，一主张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国家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，君主必有权有势，才能治理天下。成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所以治天下而争诸侯者，其威势也。韩非子哦，也理论哦，就是讲要独裁了哦。啊，起码这21世纪的台湾哦，并不合适啊哈。但是你爱跟着21世咱台湾的变化来改变化。为此，君王哦。爱用过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，善其党，夺其福。爱拴住几批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。这也是讲咱台湾民政府为什么爱开高级班的理由。哦，开高级班，咱训练一批有新的思想来去治理这个国家。韩非子甲主张改革啊，实行法治，要求废先王之教，好，以法为教，强调这个法就严格执行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，做到法不阿贵，行过不必大臣，赏罚不遗于匹夫。即就讲你卖拄着一大官，啊，你都该讲无罪。就最近哦，我们把这个马英九哦送上法庭哦，我看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。啊，按照别人过另外讲代志哦，就是讲这个法不阿贵哦，那我做个几点来今后。实行严刑重罚。囊袋已经顺从了哈，下回再安定，啊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。啊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采取许多政治措施，就是韩非子理论的应用和发展。这在2000多年前，在中国发生了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哦，这款代志在欧洲无发生，哦，因为欧洲要无出现参照，在中国叫法家的这思想的人，哦，来处理，所以这个法家的人哦，在中国吼，和中国变成统一的，哦，啊，因为统一了后。秦始皇统一了以后，你就要做皇帝吼，你若无统一中国吼，你要做皇帝，当然都给你看轻了，吼。守株待兔，咱台都有讲过这个故事。伊讲死守旧规，不知变通，想讲啊，兔仔都来弄，啊，我等第二只，还过来弄，啊，都好啊，
这对死守旧规，不知变通，讳疾忌医，就是讲家己有破病，啊，不爱和医生知啊，啊，讲无，啊，到到有一天家己翘去，滥竽充数，滥竽充数就是吼，真侪人在国王的头前哦，分过车，分过车，唔就分了，哎，真好听咧。啊，国王都欣赏，大家人拢分，啊，一个袂晓分的，他们来对，干了做些手势，干那得分的，哦，这是滥竽充数。啊，即嘛国王换一个国王啊，这个国王是换一个少年国王起来，伊爱听一个分，啊，当个这个袂晓分的哦。你一拨哦，不要碰过安尼啊，混吃混喝过来你，哦，这滥竽充数。老马仕途是啥？有一张剑经，有一张剑经，啊，剑耍，啊，这旁的军队在沙漠中哦，在沙漠中转，行无路上出来，这边看同款，那边看同款，啊，行过来讲。我都是因想一个方法，就是叫个经过只老马出来，啊，个马鞍哦，缰绳拢个绑起，互因抓咯，看伊要行东，对行东，啊，行西，咱就对行西，啊，行就行出来，哦，这叫做仕途老马。伊讲人哦，你要尊重，伊是马，伊是狗。你嘛爱尊重伊，哦。伊讲，即使以马为师，也不为耻。你嘛感觉这是叫马来做老师哦，不是耻辱为代志啦，哈。啊，这个就滥竽充数，这个哦不养本。春秋末期的时候，封建制度破坏，诸国兼并激烈，贵族统治崩溃，兴起的是君主集权，在社会经济方面，贵族阶级的没落，平民阶级崛起，再加上工商业发达，平民变成富裕，由于政治、社会和经济的转变，一向用来维持国家秩序的礼仪已经行不通，这社会有变动了，干那个礼来约束，已经行不通啊！法家就在这时间萌芽发展，法家思想成熟，法学亦盛行于战国中期以后，法家代表性人物有这管仲，管仲大家拢知啊，他是定齐国法治思想的开山祖，他的政治思想重心在经济方面，书中的四分之一是论理财，啊，结构解资产，这是以前古代的人，啊，来今嘛不阿多，如果安尼给挖出来了，这个法家的人哦，有礼仪哦，身不害，商鞅啊，商鞅人有讲过，圣道，韩非子，哦，韩非子有著书11万元，哦，啊，有55篇。啊，韩非子收儒家荀子的性恶论，老子的无为，哦，韩非子认为人的行为多从私己利己为出发点，所以人性是恶的，哦，人的做代志出发点是利己，对自己有利的才要去做，哦，啊，私己就是为自己，所以人性本恶，李斯是这个秦始皇的宰相了哈。
他是楚国人，哦，荀子门下大弟子，哦，他帮助秦始皇废除封建，确定郡县制，建立集权的中央大一统帝国，实行法家的主张，以法为家，以利为师，在事业上全面贯彻了法家的理论，是法家理论的全面实践推行者。哦，这李斯，这本是要为了哈。总结了哈，法家包括了法术士三个学派。秦始皇用法家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。这秦始皇我都统一全中国，你卖个公一个八国去做的，哦，但是秦始皇都无法多，他的兵力强过对方，可能两倍三倍，哦，啊，所以到无法多，他建立一个统一的秦始皇大帝国。法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，赢得了独尊的地位，进入全盛时期。但是好景不长，随着秦王朝的灭亡、覆亡，法家也很快失去他原有的地位，而被儒学所代替。法家造成了一个强大的秦王朝，同时也促使秦帝国的迅速灭亡。秦时焚书坑儒，儒家打击甚大。到了汉武帝，独尊儒术，挫百家，儒家逐渐得势，法家思想常与别家混杂，啊，挫百家，独尊儒术，这儒术嘛，我也它的优点了，哦，啊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，大家拢来往儒学来处理，安尼都唔对啊。大家拢行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思想，这个国家袂进步。你欧洲，他都有讲起，因自从1517年马丁路德哦，提供教皇的95条罪状了后，人的思想奔奔，无限制于发展，咱即马限制发展，即个爱注意。咱不使限制人的思想，人的思想爱会自由发展，哦，这个国家才有进步。商鞅变法哦，这个政体方面哈，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诶制度，最多定20级爵位法了哈，都人分20级哈。啊，爵啦吼，啊，会用摕到偌侪个，斩敌手一个，受爵一级，啊，这个小细节，就讲你杀一个人，你有得到某一种功勋，哦，但是这个方法，嘛咪是讲即马袂使用，你即马加说服一个人来上课。这个也应该记功劳一件，哦，啊，到我买手的时候一算，哦，你介绍50个，哦，啊，对民政府有功劳，啊，功劳在多位，哦，即卖要官位要派定的时阵，哦，都加减有作用。爱实行限制废除分封制，制定连坐法。什么叫连坐法呢？就是这个枕头有一个犯罪，好，大家拢爱受罚，你是干了这类人，好，哦，就可以连坐啊，所以演变起一个这样，有一个人犯罪，我阿都赶紧去甲官方告密，好，哦，这多吼，过去在台湾做流行的。一个，伊
做了几项代志，第一废井田。我记得以前读书，井田制度是真好一个制度，把一块土地化成井字，变作高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高地，啊，有八户的人去做田，中央迄地八户的人共同去做迄块田哦，和迄田的收益变作和国家，这个好像很公平哦。但是你也知啊，人是自私的，家己迄块田哦，种啊好色溜溜，啊，公家迄块田哦，有去做甲无去做，差无偌济。所以商鞅迄阵哦，就废井田，啊，重农抑商政策，啊，爱重业重视农业，啊，甲商人哦。买卖业哦，哎，压低一点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度量衡哦，这真重要。在秦始皇是统一全中国的度量衡，以后两千年来，无人在统一度量衡。到到有一天，台湾去给荷兰人讲皮，台湾军、台湾笑，变作是上好一个制度。因为台湾军台湾就袂讲较长较短的问题，吼，啊，也是较长一军一军十六两，吼，所以台湾制度颠倒去中国沿海实行，啊，中国沿海的人哦，若要用个清军头，我个摕恁台湾军来清，为什么摕台湾军来清？恁这为台湾来，台湾是实在是台南的一个小所在啦。啊，恁这块用台湾笑的人都是台湾人，哦，这个公正，哦，所以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都会用度量衡，统一度量衡，但是中国这个统一度量衡的代志，第二无在实行了。小社会制度哦，也爱采用小家庭制度，哦，啊，一户若有两个查甫囡仔，到个立户年龄不分居的，有两个囡仔已经是成年男子，你不爱出去外口住，你加倍征收户口税。啊，即马讲一个另外一项代志，对廖伯啊的下场，啊，林宗文抗清的时阵哦，在南部哦，有一个岳庄徐廷耀，听伊讲哦，郡城里面危急，出资招募哦。即个所在，诶，六庄民，即安尼爱安尼讲，林爽文抗清，真紧就成功，真紧就成功了后，无代志。但是满清派兵来，一次派兵，叫即林爽文拍败；二次派兵，搁叫拍败；第三次派兵来，那还啊。这有的人都死过挖大饼都挖去，伊吼，哦，这个清满清的月民哦，三千瓦人竖起大清旗号，叫做义民，自动向满清靠拢。这个领中文的时阵，都有人挖去就做大清的义民。啊，要靠拢满清了吼！啊，为迄个林宗文的部队、庄稼田的部队抬起，啊，啊，庄稼田背负受敌失败，哦，啊，失败的时候，伊庄稼田哦，妈咪是，啊，你恁安尼来背叛我，我来拍恁的
客机六庄基地，哦，转去拍，哦，啊，转去拍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客机的人哦，都要求满清赶紧来救，啊，满清无咧插伊，无咧插伊啊，啊，这个时阵哦，这李斯哦，我做起休息啊哈，美人垂珠帘。一个水查某官伫珠帘后边，身坐蹙峨眉，坐下哦，啊，目睭头夹夹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看到迄老目屎，啊，但是唔知伊是在气啥人？这就是讲，你是要气满清政府，还是要气庄稼田，还是要气恁的迄、那个？去做料杯啊，哦，唔知要去啥人，哦，啊，这是李白的一首诗啊，哈、哦。所以有这代志发生了，有一个新的客家人理论。客家人是较后期来台湾，哦，所以已经开发的土地，拢去哦，讲河洛话的人占去，啊，因都去占较山地。啊！但是，伊无来融入台湾的社会，去用满清，佮你分化成你是客家人，啊，所以哦，即马的人思想改变，来住在台湾的就是台湾人，哦，你是客人，我是这里的主人，哦，啊，哪弄？大概弄主人的思想，主人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，哦，不会去分化。到个日本来攻台湾的时阵，这个策略就有成功，哦，在新竹都有江氏族，新竹新埔有一个江仔，哦，还有一个囡仔，哦，都训练一挂兵啊来打日本兵，哦。哦，真侪活动。啊，郑芝龙哦，郑芝龙下人，郑芝龙也挺成功的老爸啊。哎呀，降清，因为清朝哦，改讲历来朝行，吾以三省总督之印代之，我刻三省的总督的印章在等你，你来你就做三省总督。啊，郑芝龙唔知啊，哦，转放弃仙霞关，即、這个福建甲浙江的交界有真好的一个防守的所在，要放弃，哦，以利清军的到来，哦，即、這个对方王国三省总督伯洛是满清的一个官员。哦，三省总督之印来挟郑芝龙，啊，郑芝龙就会传郑成功，哦，来导航。郑成功讲，哪有这款老辈？那那反清啊，那去做清人的走狗，不爱去。但是郑成功不爱去，伊的小弟对，甲阿健吼，对接郑芝龙就去北京。啊，去到北京就去用扩开，啊，迄阵带五百个贴身卫士，但是这是黑人，黑人有两种，一种是非洲的黑人，咱即马电视顶下看到，另外一种黑人就是在印尼的南部，印度人吼，这黑人，这款黑人吼是白卡黑。啊！但是这阵能种无同款的黑人，啊！伊带五百个这黑人卫士，哦，啊，去到这个福州，哦，来见到这个伯洛，啊，折剑为盟，这个甲钱压回去，哦，啊，就耍，哦，
痛饮三天啊，三天以后都该秘密该上去北京。啊，那老爸头轻，囝那抗轻，什么理由？咱来查理由。迄年郑成功，大家知因老母叫做田川氏。以前日本政府是不允准查某人出国，啊，但是因为看到这个李自良哦，在中国遐有发展，所以就改因某田川氏上来中国，爱来中国改姓改做翁，哦，富翁的翁，翁氏，翁氏。啊，这个满清的兵啊，要入来安平城。安平咱知影是伫台南，台南即个安平城就是郑成功纪念伊个古早厝，所以叫做安平。啊，伫福建的安平哦，也阁有十万名的军队，哦，600架的舰船。啊，满清的兵要入来，啊，守城的官员讲，哪会使互你入来？伊讲，哎，啊，恁头下都去，阮北京已经他们也享受荣华富贵啊了。啊！你根本无要听恁头的话，啊！全开门开起来，开门开起来，即个万全的兵吼，全哦强奸了郑成功的妈妈，啊！强奸之后，因老母都掉到自杀，所以郑成功吼看到来休息哦，了全。把这个军装摕去孔庙的前哦，烧烧献上，啊，都换军装，做立志抗清。所以这为什么老爸挖清囝抗清？好，这道理，一过去无人要讲。这啊，当时伊带18个人被抗清，18个人按都被抗清啊！哦，这些有厉害。迄阵伊在23岁，哦，1646年，哦，咱台湾是1624年，荷兰人来占，哦，啊，1624年迄年也是郑成功出生的日子，诶，年过。这就是迄阵画地图啦，东宁王国。这画台湾是叫做东宁王国，因为郑成功的囝郑经他们家设立一个东宁王国。但是东宁以前哦，叫做东都，叫做东边的都市啦，东都啦，东都。爱去过，迄阵有休息。去过去去去，东都看来去，来去温柔无，唔免长刷遮艰苦。伊讲我去过去去去，东都看来去，咱来东都好了吼，来东都就是来台湾，来去温柔无，哦，台湾是欠查某，在讲温柔无，唔免长刷遮艰苦。而且以前台湾的名。哦，第一郑成功时代叫做东都，哦，但是郑成功来台湾一年话，开10个月的时间，甲荷兰人看走。第2月初一，荷兰人离开台湾，转去巴达维亚，巴达维亚就是今摆雅加达。哦，因为荷兰人占领印尼，印尼有一个特产，印尼就是出产这个，香料的所在。啊，欧洲人真需要香料，所以占领香料。哦，啊，对这个
提前讲哦，有的人讲伊死去原因因为破病，啊、哦，我讲政经乱伦，一来台湾一年外的中间，为厦门传来消息讲，这个提前讲做阿公啊，39岁做阿公，因为因囝阁生一个，哦，阿们真欢喜，真欢喜，收银300两。每人拢300两，好、哦。啊，想起，但是这个地经的这个大某的阿公，下一张批来跟地仙公讲，讲你是做阿公还是做老伯？你看有奇怪无？什么叫做做阿公还是做老伯？这原因就是生这个囡仔的老母。退地仙公是老死的，刚一个查某，啊，即马换地经上场，啊，地经改生一个，啊，到底你是做阿公还是做老伯？哇，地仙公看到一个哦，气死，哦，一个地仙公会死的原因，老伯阿叔兄弟哦，在夜凉拢。同时哦，去哦，满清哦，台死啊！要永历帝跟太子被杀，啊，即马就讲鸿门天地会。咱知影鸿门是外省八卦，但是唔对，鸿门是陈友华、狄仁公的首相来台湾设立的。因为陈友华为什么设立鸿门天地会？一看到翰林，闹钱会，闹官位会，啊，就变大，就变做廖别啊，变做满清的走狗。啊，但是有一种人，你眼里不会多，都是背死。好啊，所以以往从根本上发展，就设立鸿门天地会。这叫做扶清灭洋，这解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。嗯，陈永华以陈近南之名哈、哦、来传播，哦，鸿门天地会，所以你要知啊，鸿门是为台湾传去中国的，阿妈为中国传到美国去，所以这个孙中山参加。下面中兴会哦，这拢是鸿门的编制，附属单位编制，附属单位啦。啊，万清怎样？这翰林成立鸿门天地会，还要安怎对抗？乾隆皇帝设立青帮，青就是满清的青，青帮就是讲来维护清朝人的权益。现在这个青帮也是在台湾也是有、啊、青帮是下人做头，青帮哦，青帮很多台湾的将军都是青帮、哦、啊，蒋介石就是青帮，你要知道有这个变化，演绎的变化啊，青帮鸿门哦，因为一路帮规，好、哦，我当咩酒店哈、哦，就是讲，即嘛叫做 coffee shop， 好、哦、啊，要摆，一得多啊，啊我要摆什么物件，我吼、哦，这叫做牧羊阵，这是布阵，一得不要坑我哈。是得不要坑下来对，啊！你要破阵，你讲我嘛是鸿门的人，甲外口即个不要提起来对。伊讲牧羊城内是乾坤，意气全凭一点红。今日义兄来拷问，莫把红缨当外人。好、哦，你会向甲外口迄个不要坑下来对，
我是在对人啊。哦，接着试探看你是不是洪门弟兄。双龙正欲正，一部正是一碗水一碗茶，啊，你爱把水倒去上，啊，再停茶，哦，这是安尼，这茶嘛，啊，这清水嘛，啊，把清水泼去上，啊，停这红茶落去，啊，爱水爱念，泼了清水换红茶，把清掉哦，把泼去上，哦，清水的代表清。满经啊，到处大卫是洪家，知情任我来给你相逢，不用说音了，哦，这就是东西哦。咱这个台语哦，咱即嘛较失传哦，较讲较袂出来，但是东西的阿文绝对是真好的阿文哦。啊，这也是一个表。哦，大家看卖，台湾在1895年，在中国1931年，啊，1931年九一八事变，啊，人口台湾300万，3800万，中国东北，啊，土地36000平方公里，130万平方公里，日本派兵76000名，开6个月的时间，他打到台南。但是日本派20000名兵，3个月就把满洲国灭掉，成立满洲国。你看，咱台湾是不是真伟大？那主要讲，在中国东北是台湾人，啊，日本照常用20000名兵，日本爱开。216年到法度噶，东北变做中国，变做日本管理的。哦，所以咱台湾是真伟大。哦，所以我下一篇字叫做《伟大的台湾人》。好，咱时间有限哈。啊，第二轮行清了后，这个引导11口。迄拢是打波哦，做一工向太太死哦，做了尾啊下场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即马好，无要紧，即个真侪讲袂完。因为咱今日就讲到遮，感谢各位收听。各位校园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